这个先来除这个400块的奶卡的点数的那个，所以反正这都一样，所以其实没啥好看的，就对。哎、欸，为什么不那个？哦，这序号，哎，这序号有够长，你们不觉得每次打这个序号都超烦的吗？我都觉得超烦的。我觉得我等下打完十组，我可能眼睛就脱汤了。叉叉。好了，反正这应该大家都一样，这个就没啥那个，没啥可看性。总之就是这样子，这就是400块的点数账号。对啊，88块给一张，但是如果你没有分开解的话，就是只会给你一张。哎、欸，我今天去买，没有跟他讲，他没有给我序号、欸，哎，所以你那店员是不是都 A 起来？所以我来算这个兑换网址，哦，又要打一次了，好麻烦哦。我刚有只虫飞过去，吓我一跳。叫你老母，超凶啊！然后今天我那个序号，我本来是要自己去买，结果就是 BB 很热心的搜刮了一些序号给我，对，然后其实还有蛮多人就说要给我序号了，就是非常感谢，对啊，大家都好热情哦。那我就先来出、啊、等一下，活动验证码又再看一次了，等我一下，67209 67209。好，序号不是跟着发票印出来？对啊，但是他没有给我啊。然后而且我就后来，因为我今天有买微波食品，我就在旁边看，然后我就发现他那个就是打出来的发票的那个后面那一张都放在旁边，我就想觉得切。好，兑换卡上之序号。哎、欸，这大小写有没有差啊？我觉得大小写是很麻烦。YZ， 我真的觉得我打完十组眼睛会脱汤哎。太长了吧？玉片。多的给你，你应该都满了吧？哇，这个是哦，各属性万年，这应该是蛮烂的吧？哎、欸，这个我来，哎、欸，等一下，我把它打上来好了。这什么各属万年，各属万年，这个应该是最烂的吧？是吗？偷偷帮我除没有什么好事啊，所以应该不会吧。蝴蝶打什么？各属万年。好，这是第一个。哎、欸，这可以继续输吗？继续重新输入。我、哦、打的好累哦。是有多懒？哎、欸，这个是刚才那个吗？哦、oh, ，对，然后，我去打这，而且也不能分心，等下打错，
哇，这个最后两个字实在是太适合骂人了，没有啦，可以直接按吧。不能直接去，不能直接那个，赶快先复制起来。是不能直接那个，直接重来啊！不给我按，荡山小鸡哦。抽到木偶大奖会想要吗？我觉得应该不可能这么好运。老人台不是这个，真的不是那么好容易看出来啊！我应该先把序号全部打好，再复制贴上就好了吼。啊，算了，来不及了。这什么？这超烂的！这是超烂的吧？这第二烂的吧？200万吗？这是200万吗？这是200万？对，200万。这个怎么有点衰啊？到自重。喝茶里王容易致癌哦，你们现在是在讨论要买什么东西是不是？好了，我要输第三组了，我很伤心。他是不是要上一页再回来啊？对，我记得我之前有也是这样，之前其他活动也是这样。天啊，用了半天才要输第三组的吗？店员不行暗藏，可是他们真的就暗藏欸，是故意的吗？刚刚就叫你打开记事本，我不知道嘛，我刚刚没有想到这个需要这么长，我没有仔细看啊。Simon 安安，抽到布袋戏有小仙会羡慕死，真的，小仙超爱的。哦，我下次如果有这种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先打好了，大家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而且我刚才就想说，就开个台好了，就开个台来出好了。这什么 P？ 魔法石两颗。可以客诉看看，要去睡好，晚安晚安。哦，对，我今天看到最好的应该就是一套那个布袋戏的吧，一套布袋戏的卡，石头，怎么打不出这字？两颗布袋戏的序号被丢在垃圾桶，有可能呢，因为如果真的他没有领的话。石头两颗已经算比较好的吧？有吗？自己讲。但我觉得我运气实在是不是太好，所以应该都不会抽到非常好的东西。东尼不会帮忙，他不会，他就只会在那里笑。M H。这大小写到底有没有差？我一直按大写，好累哦。如果刚刚有人回答过的话，抱歉，因为我刚刚没看到，对不起。晚安，晚安。有买一尊木偶，价格36000哦，那你应该超爱的。这是什么？就是这个，第二烂。好了，已经抽了四个了。光是在那边输入就可以花十几分钟吧。好，第五个，东尼连笑都不会，他就只会笑，好不好 ？GJ， 他只会卖笑。雷万年，万年真的超多的。
七贼。我下次真的 会先打好了， 这次是我真的是忘了，对不起。一直道歉，道歉型台主。十颗，十颗，这不错吧？这不错吧？这是算比较好的吧？自己觉得。神眉恩恩，不是霹雳，是自创的。按两下那个钮，哎，我刚按啦，因为我以为是我的 bug， 没有跑出来。当年们对着你笑笑，你心里发寒，真的。哎，我觉得十颗不错啊。此生难得有的机会，确认，看一下下一个号码。因为它又有数字，又有那个，所以一直跳来跳去就会。没有那个，看，而且我觉得我在输入这个时候的脸一定很蠢。十颗不错吧？还是十颗不怎么样？好运要完了，接下来都万年，真的假的？好，先下晚安晚安。十颗算很好了吧？哎、欸，哦，一颗。哎、欸，我好多还蛮多石头的、欸。石头一颗，一二三四五六。哎、欸，我已经除了六个了。好，再下一个。用电脑输入，欸，还不是想要一边抽，就是一边跟你们一起抽，我才用电脑，欸，才用手机打。台主在这里啊，台主在这里，嘿嘿嘿嘿，挥手致意，八八送二五零，不管怎样都赚了。哦，对啦。自创和霹雳一样是原作偶社做的，因为和他们老师认识。对啊，其实那种东西都做工做超细，很漂亮哎、欸。香港玩家请求说啊，香港玩家的话可以看有没有群组里面，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有兴趣啊。谢谢订阅，十张序号赞助商，对啊，谢谢 BB， 很多啊，十好十头最多是二十哦，那其实我抽到十算不错，就对了。永泽安、雪奈安，我记得玉玉不是抽到大鸟吗？在那边嘴超过分。ZBE 三立一恒迪。不要同时嘴我好吗？啊，果然是这个超烂的，这个是最多，个数万年应该真的是最烂的吧？还有更烂的奖赏吗？应该没有吧？啊，太好了，我们剩下三组吧？对，应该是剩下三组。哎、欸，打错了，二四四，嗯，打到下线。五十环有五十环哦。哎呦，这个果然是你们讲的，
那个时刻都那个运气都用掉了。哎，结果我很多个数万年哎、欸，超多个数万年。哎，我都没有抽到那个、啊、大肥，不是有大肥那个吗？今天也弄了十张，等等来崩溃一下，看抽到什么序号。是去 Seven Eleven 买88块就有一个序号，但是一笔消费只有一个哦，只有一张，所以你买超过88块也是一张，它不会累积给你，就是这样喵。K A。一起去超商外顺手捐序号就救小清流，你们不是都已经有了吗？哎、欸，又是这个，超多这个，所以我有五个，都是五个万年，到底会不会有第六组，也是万年呢？有没有这么惨，这么逊呢、啊？好啦，我现在最后一个了吧，对不对？最后一组了，剩下最后一组。打完这个我们就解脱了，哦，是这样说吗？一个早上可以十组，你们明明都有在那边闹。哎，按错了，四五。好了，最后一个了，怎么办？好紧张哦！点数分开买，对啊，点数刚才那个储了，可是点数那个不是大家都送一样的吗？没有别的东西，什么东西？什么484FATO287啦？你明天给我去海边，给我注意点。除了两张五颗石头和大肥哥，哎、欸，我都没有抽到大肥，我其实还蛮想要大肥的。除了整套跟木偶不属于我们的，我们都没有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完全没有这种东西。好了，我要按了。猜几颗？猜几颗？猜猜看有几颗？猜中可能也没有奖啊，该关台了。猜猜看有几颗啊？现在看不到啊。哎、欸，对，我完全没有抽大鸟或小鸟、欸，哎，完全一个都没有。五颗，到底会几颗？你其实抽到两个木偶，我还不信哎、欸。算了，你们好，都好少哦。小账运气超好，两个序号中一组，霹雳一抽，真的假的？太好了吧！哎、欸，为什么每次一要打数字，你们就选自己没有平常没讲话的人都冒出来，超好笑！猜中阿国送150，他才不会嘞。好啦，我觉得应该很，我觉得两颗吧，干才一颗，超烂的。好啦，我们勉强啦，勉强就是还不错啦，有抽到一个十颗的嘛，乘二打错了，需要换完关台了，不能出门消费参加活动。哎、欸，其实群组里面很多人都会有多单，因为现在活动才刚开始。啊，谢谢订阅，谢谢订阅，你是不是觉得这一颗很爆笑？是不是87颗？不可能有87的。好了，反正我的最后这十个序号是万年5个，然后一个200万，然后两颗石头，10颗石头，然后一颗石头2次，就是这样。猜对了被打，可恶。